我的乖，你怎么能摔成这个样子？这别人推的。快点，我带你去医院去。哇！哎呀哎呀！你受伤了，没办法去，你再说再多也没用。哟，还知道自己处理伤口呢？这次口腔溃疡又长了几个？哎呀，里面两个，外面一个。嘿嘿，这个口腔溃疡好哎，还知道雨露均沾。我今天心情已经很糟糕了，我奉劝你不要惹我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长口腔溃疡那都是活该，你每天不吃瓜子就是魔芋爽的，天天洗衣服都能洗到你那些瓜子，你不长谁长？那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今天你要想去秋游你就自己去，二人世界你愿意找谁过找谁过，你找哪老头过我都不问。要欺人太甚。什么东西啊？奶糊的。哎呀妈，吓我一跳。快跑，人家没一下打你了，快跑。快点快点，我们去倒行前去。快点快快。我的乖乖，这梅姐活成小孩了都。哎呀，人家说这个东西可以点痣的，来给你试验一下。啊，干什么试一下嘛？我也想验证一下网友说的。疼？不疼，忍一下，人家小孩子都能忍。啊！谁跟你说狗尾巴草能点痣的？这网上都这么。啊啊！疼！你是真不能忍呀？这个怎么会疼呢？你看，扎我怎么不疼？哎呀，真的疼，忍不了，矫情。好了没有？没有，一定要点红了才行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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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要点，我那是美人痣，我不要点掉。你说的是这里吗？算是吧。来，上来吧。没事，矮了，不会矮，不会矮，你坐就行了。啊，挺舒服的，舒服吗？就慢一点，就这样了。啊，就慢点，慢点啊、哦。我也想躺一会儿。我睡一会儿啊。嗯。哎，睡吧，我戴上帽帽睡。我的乖，你怎么出来一趟，怎么变得怎么这么恶心，还帽帽，还戴个帽帽我睡了。我现在跟星星月月说话都不这样了，还戴个帽帽睡觉了，我听得我只想干哕。哎，哎呀，我在这里坐一下。哎，嘿，怎么样？睡着了？你也躺到那个上面去躺一会儿吧，休息一下。就怕这个东西它经不住你。哎呦，住啊！我也给我的，小了小了小了，不要晃，不要晃，有点危险。小了，手放到你，不能放，不能放，这小了。走，我回家了。咱家欣欣最近还入选了那个田径运动员，激动的不得了，每天可吃苦卖力的训练了。那平时在家都不运动的，现在在学校，昨天还做什么？仰卧起坐。仰卧起坐，回来挣了40多。哦，他说他都不敢笑，不敢大声说话，肚皮疼了。刚才欣欣打电话过来说训练受伤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里也有，这怎么弄了？哎呦，这吧，我看我看，你不要死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你这怎么回事？被田径队的同学给撞了。我的乖，你怎么能摔成这个样子？这别人推的。快点，我带你去医院去，上车上车，一定要去消毒的，快走。消过了，老师消过两遍。老师消没用，我要带你去医院消毒的，快上车。先到诊所里看一下，不要反过来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这个乖，他撞你的时候，他是什么原因撞到过来？他当时就是跑步跑斜了，跑到我的跑道上来。他跑你的跑道上来，然后把你给撞了。啊、哦。他有没有摔跤呢？他没摔跤。他没摔跤，你把你摔成这样了，老师怎么说啊？他说到时候我把电话号码给他，他到时候会打电话过来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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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来运动是有一点会受伤的。啊、救命！救命！今天怎么就会落到我这身上来了？哎呀，难免的。老爸摔的时候比你摔的还严重呢。
我们现在又不是比谁摔的严重。哇！救命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别救命了，医生给你处理一下。没事，没事。是那个同学撞的。故意的。哪个是故意的？跑道那个，肯定不可能是故意的嘛。他们就是练30米跑步，是不是？你游泳也不能去了。我的游泳一路上就在这说游泳不去，你还说游泳去。我的游泳，你受伤了没办法去，你再说再多也没用。你看你这里啊，没事的。乖乖，你这个时候我跟你说，别说这个星期没办法去，搞不好下个星期也没办法去游泳。我的游泳，嗯，好的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苗新月这边我先观察一下，如果观察2天他骨头没有问题的话，就这样，因为毕竟对方人家也不是故意撞的，这都是意外嘛，在学校训练的时候在所难免。